甚至达到亿级的一个级别，所以这个十年的 cycle 其实跟当年是非常像的。那作为全球最大的 VR 影像类内容的分发平台，大家也听了很多比如说来自小米以及其他不同行业的分享其实我觉得今天的第一代由 Oculus 以及小米两个推出的这个一体机，就像当年的这个第一代的2008年的 iPhone， 这个周期正好。